雨屏 GMP 部件清洗机用于清洁制药车间关键部件，如发酵罐、大气球瓶、大型玻璃制品、罐装和包装机部件、阀门、压片工具等。采用钢化玻璃门，内置照明系统，允许操作者在门关的情况下可以观察腔室内部情况。密封条采用医用硅胶材质，通过充气和挤压方式来密封。底舱压焊并抛光，粗糙度 RA 小于 0.4 微米。底舱采用弧形和斜坡设计，内舱坡度大于2%，可彻底排水。下沉式水槽滤网可拆卸。与介质直接接触的管道、阀门、连接件卡箍等材质为 316L 不锈钢。管道设计符合 ASME、BPE 要求。焊接处内窥镜检查，手工焊口100%检查。自动焊口20%检查，管道符合 2D、1.5D 标准。洗验证方面，雨屏提供专业的清洗验证文件及方案。爱洁净，找雨屏。